厉害了。唐爽致函户籍局称周立波伪证蒙蔽大众。19日晚，针对周立波在接受贵圈专访中爆料的录音和照片，以及其在微博中的所言 1,2,3,4,5,6 揭露唐爽谎言等，唐爽发文表示已经致函上海市警察局报警，周立波伪造录音和照片，误导网络舆论，煽动群众，提倡网络暴力，深感个人名誉受到严重侵害，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